我是純白鎮最出色的小精靈訓練員，你只不過是一隻 low level 的微生物，我要收服你。Pikachu！ 哎，已經收服了，你說你幾 low level 呢？哎，再來收服你，哎，死未？哎，哎，為什麼林家謙變成 Jeffrey 的？因為我們不一樣，所以我們都一樣。咩哲學嚟㗎呢啲？呢個咧其實係一個攝谷公尺咧嘅概念嚟嘅。哦，咁呢個就係用好多唔同 LED 燈形成嘅79億個唔同嘅 pattern。我對咗成晚都唔知啊。係啊，所以好多人唔同嘅行過咧，都會見到，咦，唔同喎，但其實係同一部牆嚟嘅。哦，藝術裝置。係藝術裝置。咁既然你嚟到，我哋跟住去邊啊？我哋去公尺。公尺？參觀。參觀。係。哦。係，咁我哋行啦。哦。小姐，在我身后的你估是什么？那当然是公厕啦，不过是一个很出名的设计师设计的，就是叫威严。没错啦，当时就是有东京很多个新的厕所的，这个就是其中一个。它就是整到好像一个厕所村一样的，滚木做。它是不是有五间的？有五间的。哦，因为它很多作品都是滚木来制造的，所以这个就是它的 signature。但是现在就要考考你了，你说有五个嘛，是啊，每个 function 都不同的。是你看到这个就特别多用处的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个，是八个，由顶一路就是鼓落嚟，顶那个很容易鼓啦，其实很简单的厕所的功用。厕所的功用其实最重要都是去厕所嘛。是啊，当然了。其实不需要理会的标志。唔得，有標誌梗係有解㗎啦！你快啲，你真係唔知啦，係咪？咁首先啦，第一個啦，就係殘障人士嘅洗手間嚟嘅。咁第二個咧，其實咧就係一個十字啊，即係受咗傷，如果你想清洗傷口嘅時候咧，你就係第二個人。錯，佢咧就係話，原來有啲人咧係有一個造口啊。係咩事啊？即係咧，唔係用平時咧去廁所方法，要喺呢度咧有個做口，可能有個膠袋啊咁樣嘅。我明白。嗰種嚇就係用呢個嘅。好，第三。好，第三個咧就其實係多咗一隻腳。唔係，有錯嚇，好容易啫嘛。第三個就係攞住拐杖，即係路人甲，即係啲老友記。老友記。係啦，跟住。第四個咧，哎，呢個我識喎。係。呢個就係一踩咧就會個垃圾桶就開蓋啦。完全唔關垃圾桶事。我明白，一踩咧個嗰個廁所就會開蓋。唔係，係咧你可以冚低嗰個廁所蓋，好乾淨嘅，你可以喺嗰度換衫。哦，即係好難估。即係話呢個廁所係好乾淨。好乾淨，你可以冚低個蓋就換衫啦。跟住呢個容易啦。啊，呢個就係大肚婆。第六個。哦，係放個 B B 去照顧嘅。係，即係可以。係可以 take care B B 嘅。換片啦。第七。抱住個 B B 餵奶啦。是不是啱啊？我 check 過咧，即係你呢個都啱嘅。但 check 過咧就話，如果你抱住 B B 咧，就可以優先入去嘅。最後嗰個係乜嘢咧？最後嗰個咧就係一個 B B 啦，同一個家長咧可以喺呢個廁所度換灑。嗯，即係佢有個 B B 位係咪？係啊係啊係啊。咁樣都算你啱啦。個家長可以對住個 B B 換灑嘛，佢有個位啊嘛 ，B B 位啊嘛。咁我總共啱幾多個？三個。Make 唔 make sense？ 啱得三個。以你咁聰明，唔 make sense 咯。係啊，即係爭少少。估曬之後咧，你都快啲去廁所啊！因為呢度咧就係冇一個 function 啱你嘅，我介紹你去嗰個廁所啦。好啦，唔該，小姐。唔使。拜拜。拜拜。係 Jeffrey， 今日咧我哋咧就尋找富士山。不過好老實講，而家咧呢個季節咧喺日本咧就係落雨天嘅季節。係。所以可以見到富士山嘅機會係。係五波。係，但係唔緊要嘅。唔緊要。因為嗰啲人咧，去睇富士山，一去就望到咯。望到。係一啲都唔吸引。有咩意思咧？我哋最緊要係若隱若現嗰個感覺。係啦，係啦。或者望唔到嘅感覺，同埋咧最緊要係個過程啊嘛。啱啊，個過程係好緊要。佢個過程好多嘢做噶嘛，係嘛，可以飲下食下，做下運動啊，同埋都可以照望到個山嘅。係，但係我哋講咁大堆嘢咧，其實咧就係打定輸數，多數都係望唔到嘅。啊，唔緊要，有過程。過程係最緊要。係，冇錯。咁我哋第一個過程應該做咩咧？都即係飲飲食食，飲飲食食，好唔好？好。
Jeffrey， 在我哋尋找富士山的途中咧，咁樣都要品嚐一下啲食物啦。咁呢一間咧就係、是、又唔似係餐廳，真係好得意咯呢個地方。因為咧佢嗰個老闆咧好多個身份嘅喎。係啊，佢有咩身份？獵人啦。哇！農夫啦。哇！釀酒師喎。釀啤酒在我面前呢就有五種不同的啤酒，你呢就不要喝那麼多了，好，我來試。首先這個呢黑黑地的呢就是朱古力釀製的啤酒，它的水呢都是用富士山的水，特別香甜，是啊，還有那個米呢也是富士宮的大米來的，有些黑啤的感覺，有我們經常說的那個回甘、啊、哦，那個回甘是重要的、啊、回甘是、啊这个呢 aftertaste， 哎 right， 这个呢有很特别的，用辣椒来到酿制而成的啤酒，应该辣辣地啦，是不是？啊，它有些很鲜的味道、哦。姑姐平时吃不吃辣的？我吃辣的，即是 OK 的。OK 辣的。即是如果小辣、中辣、大辣，吃辣。现在那些辣来了，哇，由这里这样中上去，夸张的。不是夸张的。我很平實的我的人是大辣、中辣、細辣，是不是？我是吃得很辣的。那這個是大概等於你的什麼 level？ 很普通料而已，不過是有辣味。辣的東西麻煩你 refer 回睇回家謙那集。OK, OK。這個呢就是、是很有日本味了，是焙茶所做的。是的。很 fresh 啊，真係啊！你唔好笑我誇張，我冇，有少少即係汽水咁樣嘅味道，但係好清嘅。汽水嘅味道但係好清，係好清嘅。呢個咧就係蜂蜜，哦，日本嘅蜜蜂釀製而成嘅啤酒。日本嘅蜜蜂，嗯，有冇甜嘅感覺？甜甜地啊！最後啦，已經喝了四杯了，如果我亂說話呢就希望你原諒一下。這個就是柏木所做的。柏木是即平時樹那些、啊、是的，顏色也不同的、挺喜歡這隻。為什麼？因為有一種木的感覺。是的，有一點點、啊、隻隻都好喝、啊、如果給你硬是要選一隻呢、我喜歡這一隻同埋辣椒呢一隻比較特別啲，都唔錯嘅，都唔錯嘅，係都唔錯嘅。咁我即刻介紹咗呢個新鮮嘅食物先。好啊，咁呢個有一個野豬喎，用紅酒啦慢煮而成嘅豬嚟嘅。咁頭先你都所講呢度嘅主理人係一個獵人，咁所以佢就即係打完獵，咁就喺餐廳度煮，咁啊啱啱。用慢煮的方式就製成了。他很有經驗，他做了15年的獵人，聽說他沒有失過手的，他打獵是有紅酒的味道的，還有一點都不肥，以為豬就很肥嘛，是乾爽的、即是沒有什麼油脂的感覺，沒錯，即是不膩，即如果拍了這麼多塊都是等於我的胃的三成左右，等於你的胃的三成，是三成左右、即是不是太 OK 的， OK 的，可以。咁呢個咧，你望落去咧，你覺得係一個咩肉啊？佢好瘦喎。係啊。咁冇冇理由係牛啊？就係鹿啊。啊，鹿肉嚟嘅。鹿肉。哦。咁我完全都未試過啦。咁呢個就係用一個炸蒜啦，同埋用一啲葱咧，都係慢煮而成嘅。鹿肉咧就好瘦嘅，好多 muscle 嘅。即係似唔似嗰啲咩咩肝嗰啲啊？又唔似喎，因為佢慢煮咧就入口都好鬆化，係咪？咦，我覺得可以做嗰啲 ham 喎。但冇咁鹹，係咯，即係呢個比較偏嗰個清淡嗰個感覺，係，即係清爽得嚟又新鮮，新鮮得嚟又有啲味咁啊！你真係介紹得好啦，係啊，我哋就盡量食曬佢啦。好啊，同埋你覺得我哋今日望到富士山嘅機會係幾多咧？可以好坦白咁講係零啊！唔緊要，不過其實呢啲緣分嚟嘅，即係就算。望不到富士山，我哋經過呢間餐廳，你都會覺得是別有一番風味，永遠留在記憶當中啊！係喎，我諗緊係歌名定係定係歌詞咧？嚟嚟嚟，飲杯飲杯，飲杯飲杯飲杯啊！
TV 全面進化，重新啟航。